欸，王女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哦，她在雕像旁边。提出邀约，一起玩吧。一緒にパソコン。送礼。我上次送王女，我觉得她会喜欢的东西，她居然不喜欢欸。我以为她喜欢特别的东西，所以果然还是需要一些比较配合王女气质的东西吗？像这个什么美索不达米亚，美索不达米亚是什么东西啊？毛毛在旁边一直知道爆炸声。看一下要送什么 ，Mr. 定书机。古董洋娃娃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这感觉他会喜欢。这再不喜欢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头部用瓷器做的淘气人偶，精致美丽，这个、一定会喜欢的吧？古董洋娃娃，去吧，就是你了。哎呦，好像蛮开心的哦。平生，哎，结束了，又有自由活动时间。哎，等一下、啊，哎。我没有拿到他的碎片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靠腰没有哎、欸，哇，那也没嘞，送错了吗？另外一边门是有他在哪？在这，再去一次。哎呦，这什么啊？那个资料室我没有去过资料室。黑白熊可以拿吗？这个是吗？哦，我找到了。マジで？マジで？啊，我记得，我刚看到普通客房嘛，草莓的普通客房也有一个黑白熊，我先去拿。草莓是男生睡的嘛？草莓的普通客房这边。普通客房是谁的？二大的，我只是进来拿黑白熊，在这里，这一只。やればできるじゃない。好，再回去找王女。他在，我在这里。好，鸵鸟晚安。あのです。送什么嘞？会动的木偶。啊，这个我上次送过，他超级不喜欢。我以为他会喜欢呢、欸。居然他不喜欢，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送什么。海中雪，海中雪，香包，香包。瓶中玫瑰，这个嘞，这个会喜欢吧？女生都会喜欢这个吧？小型玫瑰，我上次送的东西，我觉得他会喜欢，他有他不喜欢，就好难哦。还是送田中内裤好了，他那么爱田中，气死我了！送田中内裤好了，干脆送田中内裤，靠腰。不能送这重要道具啊！田中内裤很重要，你他妈跟我讲田中内裤很重要，不能送，哇！那吃的吗？我觉得送吃的不好啊。这个啦，这个无酒精葡萄酒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身上放了一大堆可以喝的东西，还说没吃的，然后其实像自己口袋里面藏了一大堆可以吃的东西，还有法国面包，还有酥跑。还有椰子汁，还有淡竹汽水跟矿泉水，好吧，
王女偷偷塞，偷偷塞一个吃的给王女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接下来的嘞。もちろんです。はい。あのですね。他超爱聊电视剧，可是我就不喜欢看电视剧，完全无法跟上他的话题。あの。啊，日向同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愿意调教我吗？调教。当然，如果是我知道的事情，可以告诉你。非常谢谢你。举例来说，只要是侄女去滑雪，就一定会因为暴风雪而遇难吧？那个时候在一条毛毯下一丝不挂彼此取暖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仪式呢？私は、啊、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那相当于我国所谓的马康果呢。马康果是啥小？马康马康。嗯Makango Makango， 好像一个咒语哦。Makango， 这个习俗是在情人在让彼此看自己培育的马康果之前，是不能结为连理的。看自己培育的马康果，马康果，马康果。哎，那种事是我无可奉告，会喷鼻血的马康果是什么啊？好想知道他们国家，好想知道他们国家。到底是哎，你好，晚安，晚安。马康果是什么、啊？好像很好吃，是果实吗？哎呦，有吃有食，耶、yeah! ！太好啦！继续去弄王女，我们去调教王女，调教王女，太好了。她要我们调教她，那我们就去调教她。来吧，王女，我来调教你了 ，yes。因为没有，因为太闲了，他们只有这些地方可以去，所以就只好对一直在这里面晃。糟糕，我快送到没有东西可以送嘞！这个假八人宝石，王女应该会喜欢吧？假八人宝石，椰子树造型的首饰，在贾巴沃克岛有着将它亲传子、子传孙、代代相传的习俗。あのですね。嘘，小声一点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偷听？来，靠过来一点，平身。哇，好香啊！天哪，好香啊！志向同学对超自然了解吗？啊？不，并没有。对吧？那么邪教呢？邪教我很了解，我非常了解。不，完全不懂。そんな。什么吗？真是虚有其表的废物！哎，我的话就到此结束了，解散。有わりましたね。真是没有办法，既然已经共乘一条船了，那我就特别的让它沉吧。哎，是这样子吗？私は。あのですね。共济会，共济会是什么？ですが。但是很少人可以理解我这份感情。却下等的人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，有点落寞。お待ちください。他很喜欢超自然、跟邪教还有偶像剧，所以看样子如果送东西朝这三个东西去就对了。超自然的东西，邪教。なんてひどい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？我们是善良的教。什么教？睡觉。睡觉。哦。马康哥，我想起来了，马康哥。这是吗？没错，我们是善良的教，善教。善教是什么？还是两教？还是算了，还是不要讲了。我们不是邪教，我们是善教。什么善教啦？行善事的教叫做善教。你是不睡觉啦？其实我们是很懒的教，叫做什么？说了不说了，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，马康哥，不说了不说了，马康哥。聞きください。他到底在讲什么？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
好了，对啦，我不睡觉啦，不睡觉，不睡觉。哦，该睡觉了吗？睡觉，睡觉。十点了，十点了，十点了，睡觉喽，十点喽。哎、欸，你、欸、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王女剩下两颗，哎，快可以有技能了，两颗啊。我们的宠物嘞，418步，这死星星，哎，抗子要在这边让它变成蛋是有点困难的啦。好吧，十点了，该睡觉啦，回去房子里啦，回到我们可怜的简陋客房。主角都不觉得饿，不，他们很饿，但是你要吃东西就要杀人才可以出去啊。好饿，他觉得很饿。才第二天而已哦。新的好消息，大放送！所以啦，明天早上7点，请所有人到麝香葡萄之塔集合。妈，自己想办法，附带题严禁迟到哦。加呢？7点啊？睡过头怎么办啊？哦，对，日向有偷偷藏东西，他还不会饿，他还偷偷塞了一个给王女，记得吗？啦啦啦啦啦！Do you want it? 今天以黑白熊令人讨厌的地方为题，来到街上向路人进行采访。哎呀，请问你讨厌黑白熊的哪里呢？那么到最后，令人在意的结果是嘴巴坏、性格恶劣、小腹突出又下流，即使如此却还是很受欢迎，跟我认识的某个人好像有点像啊。明明是个不会努力的懒鬼，但是比努力的家伙还要优秀，上天不止赐给他很多的长处，几乎赐给他了一切，虽然拼命说人话，但几乎不会被别人说坏话，会拼命保护爱上女人。等一下，后面的台词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一开始我只承认第一句而已啊。没有我就不行，虽然平常很冷淡，但是对我感冒的时候却会照顾我的生活起居，虽然每次喝醉都会使用暴力，但是之后一定会哭着温柔的拥抱我，每次换工作都会改变职业，对别人说应酬联谊或升官这些词特别的敏感。女儿身上国中之后突然胖一圈，我们不是在讨论黑白熊吗？以上是采访结果。哎呀呀呀，真是广受爱戴呢。现在是6:30吗？哎呦，起得真是刚好哎。所以我们要赶快去我们的葡萄之塔。要不要叫其他人起来嘞？敲个门看看。哎呦，不能！哎呦，居然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你都起床了，当然要叫别人一起起床啊！居然只想着自己起床，太卑鄙了！电梯哦，七海！睡着了。我还有，妈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。嘟嘟嘟嘟嘟，在哪儿呢？我在这里。穿过葡萄走廊，就可以到我们的葡萄之塔。噔噔。哦，所有人都到了。脸色都很苍白，好难受啊！你打？啊？毕竟我们要从草莓之家过来，得搭网来电梯来才行的。哦，约在葡萄之塔。但从草莓走就是草莓之塔、啊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对。自改哦。左右田也太小家子气了吧？哎呀！
OK。又出 bug 了。名字变这牙牙牙，哇！牙牙牙！哇，又出 bug， 真是。每天早上的黑白熊太极拳。流汗真畅快，都动不了了。除非有重要的事，不然不准你们缺席哟，一定都要来。啊，我觉得没有自己活到明天了。哇，他说过要开始到自相残杀为止吧。死掉比较好的意思？啊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叛徒，才有办法那样讲吧？你一定偷偷藏了吃的。你的作战计划就是害我们变虚弱，把大家都杀光。没错，你一定有偷偷拿吃的，快交出来！他们怎么知道我身上有吃的？而且我还偷偷塞了一份给王女。Stop！ Stop！ だからさ、吵架也只会让肚子饿，所以先冷静一下吧。逃れられんようだな。不过呢，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希望？日向，你就赶快承认你就是幕后主使者了吧！你就是那一个坏人，把食物交出来分给大家吃。天哪，我怎么会玩如此罪恶的角色？啊，还在那边演戏，演戏。哦，继续自我活动啊，太好了。哼，当自由活动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偷塞食物给王女的时候了。我相信王女一定肚子饿了，我们去送吃的给她。王女在哪？王女，快出来啊！王女，哦，她在房间，太好了。王女，塞吃的给她。すみません。送耶耶耶！你要吃什么？我们很多吃的哦，有干粮，有蛋糕，有法国面包，巧克力碎片，肉干，还有麦饭哦。可是像王女呢，一定会比较想要吃好吃一点的东西，对吧？那我们就给你个霍咕咕霍夫蛋糕，咕咕霍夫 ，nice 哦！哇，今天吃蛋糕了，嗯，你一口我一口，我们可以再活个十天。Skoides， 哇，他好喜欢哦，看样子他真的是饿到翻了，哎，太棒了！耶、yeah, ，他好开心哦！以点燃之火来讨论男女之间的话题。明明我们已经被卷入这样的异常状态之中了。你怎么可以因为你自己有蛋糕吃，就这么的，完全不改变你的态度呢？你觉得我是一个冷淡的女人吗？
背着大家偷偷吃蛋糕，还露出这种笑容。阿雷，ですよね。没关系，那是无可奈何的，都是日向同学要塞蛋糕给我吃啊。因为我有蛋糕，而大家却没有。那是什么？つまり，那就是蛋糕。虽然自相残杀这种事是不可以允许的，但是蛋糕只有一块啊。就算是为防了预防危险而努力，但是蛋糕还是得吃。お聞きください。况且我的性命是属于祖国与人民的，所以我不能死在这里。若是我死了，那一定是为了祖国和人民，别无他想。如果在这里死去的话，那就代表对祖国与人民来说是有意义的。私は，所以我并不怕死。以公主身份出生的我，不可能以无意味的方式死去。没错，嗨，是的，我是天生的公主，这就是我的宿命。哦，我还曾经被绑架两次，他们都是为了让人民看到我害怕的样子，所以我一直在忍耐，忍耐，不断的忍耐。就算害怕也要忍耐，因为我是公主。我以为我可以当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直到你塞给我一块蛋糕，让我想起来了，我是一个公主，我不能死在这儿。对我来说，你就是索尼娅，你就是个正妹。就因为你是正妹，所以才有蛋糕吃。你不是家臣，我不是你的家臣。你也不是公主，你就是一个单纯童年纪我喜欢的女生而已。不用勉强，吃下我的蛋糕吧。谢谢你，日向同学。耶，太好了！我们再喂他一次，就是我们的了。我们就可以取得索尼娅的内裤了哦。我非常期待索尼娅会穿什么样的内裤哦。我们来看她穿什么内裤。走吧，我们去最后一次找索尼娅。太好了，她又在房间。我是你的工具人，我来送吃的给你了，王女。我来了，我知道你饿了，来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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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没穿内裤的只有田中啦，只有田中不会穿内裤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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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他要死了吗 ？No， 这样我们还有谁可以找？大奶奶，找大奶奶，大奶奶。哇，名字变秋秋秋了，最秋的呢。重开一下好了，存个档。蛋糕蛋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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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谁啊？我们还有，哎，还有谁的碎片快没了？哎，快收集到了！哇靠，要坠木两个，然后他死去，哇哩！那其他人都是一片而已，都没有撤过。果然还是大雷雷吧？七还满啦、啊。我们只剩下大雷雷啦，那就大雷雷吧。歌里谋，呀，丢，你有代志吗？感谢斗内。哎，他不是在房间里吗？我刚看地图，还是看错了？都没有，哦，他在这啊，白痴哦。在外面，
好了，找他吧。没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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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戏。你看他快疯了，七海有游戏就可以活了，但是大累累不能没有吃的啊，他一定要吃的，我们还是给他吃的吧，他会开心到疯掉。你看，哇，他快崩溃了耶！你们舍得这样子大累累吗？万一他缩小怎么办？快，我已经偷塞吃的给王女了，但是这该死的家伙，这该死的女人居然不愿意收我给他的第二份吃的，所以我们只好喂你。来吧，想要吃什么？油炸洋芋片好不好？这个好啦，将马铃薯切成薄片后油炸而成的零食，热量比起同类型的零食来得高，一口接一口，不想停下来。这让我想到我们也有一包，吼吼，好吃！哎，赶快来吗？哎呦！好像一样哦，我这边有一个油炸洋芋片，将马铃薯切成薄片后油炸的高量一口零食，你看它的标语，一口接一口，不会想停下来。哎呦，好像是一样的哦，就这个哦，就这一包。哦，这真的超好吃，不盖你，一口接一口。Costco 买回来的。Costco， 哎，靠腰，我们又不在做工商，我们在全家买的，你全家买得到就去买。哦，好，全家买的，全家买的。哎，没错。现在就要吃给大家看的意思是不是？好香哦，好香哦！吃下去会中毒啊！马奇哦，你在吸毒是不是？感觉真是，你在吸毒，这味道真的超好闻啊！你再继续这样下去，小心是又要吸台干了。你真的是很你仇恨。你东西仇恨子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到底要洗一排干的，你别这样子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一口接一口，不想停下来。太好了，我们赶快拿这个喂钟离吃，钟离一定会开心到疯掉。来吧，去吧，就是洋芋片了，上。我们都玩到第四章了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就一直喂他，他就会记得我们的名字了。太好了，他看起来有精神多了，可是我的战力只有二。你不是超高校级的体操选手吗？输也全。一直在乱七八糟的地方不断往前冲，跑酷吧？欸，跑酷吗？哦，障碍大赛。欸。跑酷障碍赛跑啦，应该是障碍赛跑，跑酷又不太一样。障碍赛跑，可以吃面包哦，把面包挂在上面。嗯，不是，错了。哦，障碍物和建筑物之间移动，哦，那就是跑酷喽。哎呦，わかったぜ。哇，我也选错哎！耶，获得了一个碎片。还有时间吗？不行了，大妹大，好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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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向，你这卑鄙小人！你偷偷吃的东西，你居然还嫌饿？赌命游戏，最佳凶器，都怎么念啊？到底怎么念啊？那个
哦，对啊，有可能那跟后面根本不是凶器，是出口。黑白熊非常有可能做这样子的谎话。他说那边是凶器放凶器的地方，但其实有可能是出口。去吧，绝命终结室。走吧，我们去绝命终结室。在草莓之塔嘛，可以瞬移吗？不行，不给瞬。走去。给我这个 Costco。到了绝命终结室 ，Final Death Room，Final Death Room 是吗？对吧？没念错吧？妈的！ダメだもん。不能，因为那里没有日向同学想要的东西。没有什么出口。那里有的只有赌命游戏，就算获胜了，也只能拿到黑白熊准备的凶器。日向同学想要凶器吗？拿到那种东西之后，你想要做什么呢？日向同学想要那个吗？回去吧，日向同学。七海真是小天使，对不起，我真是个废物，居然忍受不了肚子饥饿。呢？第三个晚上了。哒哒哒哒，哦，没有。咚咚咚咚咚，嗯。什么声音？地震吗？Google小姐。奥克塔贡，希望 Google 小姐帮到你。No。No。因为我觉得你不能依赖 Google 小姐 ，Google 小姐不准。她念奥克塔贡，奥克塔贡是什么？奥克塔贡是魔咒吗？奥克塔贡。饿到没力气。现在时间差五分钟就要七点了，虽然差五分钟就要七点了，我们需要快，剩五分钟。要是没有去的话，黑白熊就要发飙了，我们一定要去。快昏倒了！啊！我的兔兔妹！すごいです！蒙布朗，他饿到把我看成蒙布朗，我的天哪！只要一小脚就好了，可以让我咬一口吗？吃坏肚子哦！哎呀，这次又来了可爱的花式蛋糕哦，可以让我咬一口吗？違うよ。嗯，七海感觉完全不饿哎。我们快把索尼娅领走吧！哎，
走喽，走喽。变成赫萨蛋糕了，萨赫才对，萨赫蛋糕。是不是因为我给他吃蛋糕的关系？哦，这样子女生其实也不赖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兔兔，我们终于要摆脱我。我以为，我以为他要便便要堆到这么高，他才会死掉。原来他绝望满了就会死。我以为他健健康康的离开，然后会留一颗蛋给我，就跟那只蛇一样。哇！这也不错，也不错嘛，对啊，反正都该重养的，对吧？虽然很饿，但是不行，我要把蛋孵出来。兔兔美的蛋，好饿，但是哇，升级了，受不了了，我想要在葡萄之塔里面转圈，不停的转圈，跑马拉松，七海，不要阻止我。我跑100步，哦，好饿！天哪，好想吃东西，但是不行，我还有59步要跑，59步，我刚刚绕了2圈就有41步了，看样子我再绕个2圈就有59步了，好饿！天哪，快饿死了！哦，天哪，好饿，跑好慢，我快不行了。哦、好多葡萄，好想吃东西，我、哦、好想吃东西！天哪，哇！等，快了，我感觉到了，砍记录走，我再跑完这条走廊，应该就出来了。有、没有？往后八股也算。哦，有了，耶！看到了没有？哈，新的小小美，耶！这一只我一定会把它培育成最棒的一只。啊，不说了，我一定会把它培育成最棒的一只，不会再是猩猩，也不会再是蛇，一定会是一个最漂亮、最可爱的小宠物，我的魔宠。啊，就是它了。感谢夜空，谢谢订阅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有看到一个订阅，然后它没有跳讯息出来？是不是有一个订阅没有跳讯息啊？玩一下，雨夜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不是雨夜啊！我刚好看到一个有订阅，然后没跳讯息啊。嗯，可是我后台没有，还是我看错？好吧。那实在是太突然了。对，每次都很突然，绝望之门突然敞开，就在我跑马拉松的时候。门后的是我们的伙伴的残骸。广播来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太奇怪了吧！好不容易才刚回来啊。自相残杀，那最大二大。
なんで、なんで、なんで二代がまた死ななきゃ何年だよ。ちくしょう。俺はまだ何も返せてねえんだぞ。あの時の恩も返せてねえんだぞ。所以啦，九头龙要你早点去道谢啊！你还在那一边装。なんてひどい。是谁杀了二大？呀，天命！那你杀？不不不！呼！二代の孤独！大雷雷生气啦！妈，变成这样已经没有办法修了。没义务修理呀，因为他也说了，二大死了也都是等于杀人，就是有人恶意把他杀死的。生命一旦逝去，就不会再复活了，这就是现实啊。Monokuma Fire， Pango New Rule， 吃的，坏。虽然不爽，还是要吃东西。ほら，ねえねえ，よかったね。哎，有些人好像不在啊。ですが，没有看到左右田他们。对啊，男生，其他男生那一边的人嘞。嗯。またぐも。为什么没有来嘞？哎，等一下，注意到了。草莓之塔的那个门被封起来了，有没有？しょうがない。頑張ってね。あの、くそ。听到某个声音。嗯？あの、哼。嗯。要搜查了，可是搜查会很久，我们就礼拜三再玩吧。嗯，因为如果搜查加上审判，大概又要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跑不掉。哎，开学啦，所以大家好好调整作息，保存。明天哦。明天我卤蛋当家回到家也十一点了，嗯，有点难。大家可以想一下到底是怎么杀人的？没错，二大是怎么死的呢？究竟是谁杀了他呢？他到底为什么会死在这葡萄之塔的中央？而其他人到底为什么没有来呢？请静待我们的下一集。好啦，谢谢今天所有订阅及抖内的干爹们，感谢你们。明天是卤蛋当家，晚上基本上不会开台，嗯，会开的话就是礼拜三，那就先这样子咯。今天下午的时候还有跳 Just Dance，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去补 VOD， 但是因为今天 VOD 被消音的部分很多，所以就是比较对不起大家啦，对啊，但是还是可以有一些歌还是可以看一下啦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晚安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祝大家有个好梦。